4分43秒，有一个女生的气音说找到了，很明显是我听错了吗？我这个在1400则，然后500个留言，好狂哦！我有回去听了一下，我把我检查的片段放在片尾，因为今天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来跟大家讲。有看到我心灵狗仔那集最后的片段的人，应该知道我上去eBay逛了一下，发现里面有很多的恶灵盒子，还有恶灵娃娃。那个时候呢，我就在里面各挑了一个娃娃跟一个盒子，娃娃目前没有到，盒子已经到了。这个盒子呢是一个中年妇女卖的，她从祖父那里继承了1300英亩的土地，据她所知土地从来没有生活或使用过，但是当时她的曾祖母非常害怕这一片土地，因为她长大的时候有听到这里有关于女巫或者是撒旦邪教的故事。这个盒子呢就是在这个土地里面的仓库里，是用羊毛毯子包在绳子上，上面有一种黑色的污渍，还有一些烧痕。她男朋友也发誓过曾经看过盒子自己打开来，住在附近的一位通灵者也来看，说这个盒子里面有强大的黑暗女王灵。发现这个盒子之后，他一直生病，所以非常的希望把这个盒子赶快卖出去，给一些幽灵猎人，或者是神学方面非常厉害的人。出了任何事情，他绝对应该不负责。可以看到。我在这四个地方分别架了这些摄影机，就是希望等它打开的瞬间，是不是真的像他讲的那么神，还是只是恶作剧而已？还是蛮期待的，毕竟是跨了整个太平洋过来的东西嘛。开箱之前呢，有人提醒我说，放一个这个才能保护自己的安全。OK， 打开吧。啊！那、我有点起鸡皮疙瘩了。不用按开始要停，不按开始哦。这开始键呢？奇怪，怎么重开？记忆卡无法存取。是长这张。没有想象中的恶心，因为你们看桌上有点脏脏的嘛，就感觉他们竟然会这样子。我觉得就有可能是什么墨之类的，或者会是什么大理石啊。结果看起来好像只是一层胶或者是一层蜡，里面也没什么声音，代表是没什么东西的。那我把它打开了，相机也准备好，我也准备好，盒子也准备好，机器架也准备好了。来，3、2、1。我怎么搬它都搬不开，我去倒给吸。传出来一股很臭的味道，然后我刚刚看到里面有，就是我不知道是，哎呀，我正要讲的时候，我发现上面这个水是可以流动的，刚刚怎么没有啊？现在就有，看起来像是墨水吧。哇，我现在有点语无伦次。对，等一下，我先讲一下，我刚刚打开的时候，我闻到里面有一股很重的、很重，像是烧焦味。这个我觉得蛮诡异的，因为假如它真的是一体的话，我刚刚应该就会发现了。而且怎么可能？他说放了那么久了，一打开就渗出一些液体。不知道，我就把它打开吧，刚刚开一半了。等一下，你们看，它打开的时候有那个粘的液，仔细看。
三、二、一。好臭，很臭，很臭，很臭。然后有一束头发，有一张照片给你们看吧。我觉得不知道要讲什么。我不知道，我觉得有点头晕。这种东西啊，我觉得，你等一下，有一束头发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是蜘蛛网吗？它这里有两丝东西。Oh my goodness！ 我想讲一下我的感觉。我不知道那三台录影机有没有拍到什么东西，但我觉得不晓得它是不是真的是什么恶灵盒或什么之类的，也不晓得它提供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。这种种其实都蛮值得怀疑的。如果这是真的，那束头发应该已经干枯了吧？可是看起来还蛮新的，只是我不敢拿。那目前啊是没有什么太直接、太突然的灵动现象，因为他们都说狗狗看得到，我家的狗狗还在外面睡它的大头觉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有待观察。我想再闻一下那个味道。像是一种草烧焦的味道，可能你们在镜头前面看就会觉得很恐怖，但你来到现场其实就觉得还好了。我原本预期的是打开之后灯突然熄掉，有什么声音等等的状况，结果打开之后没有，而且里面的东西装的有点像故意吓人的感觉，一个头发，一个照片，就正常人也会觉得，哎，应该就是这样的东西，也有可能是恶作剧吧。对，所以我想把它留下来，连续观察三天，看它会发生什么事。那想要看这个盒子的后续呢，就我会在连续记录之后剪辑再放上来。那不要错过的话，就记得订阅分享，大家期待一下接下来三天的发展。我们今天就到这啦，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可以帮我订阅、按喜欢，谢谢大家，我是王狗，我们盒子后续见，拜拜。什么状况？好吧，好烦啊！我应该开嘴巴，大家可以听一下。不要，好烦！这是毛片。就是有这个声音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或许有可能是风吧，不晓得。我靠，我手机响，先接一下。对，好，等一下见。